第11题，加热过程中，下列哪一时段是水与水蒸气共存的状态？我们晓得这个图是从冰块开始加热，所以 A、B 这个时候它是固体，C 柱这个时候它是所谓的液态，那么 E 以上是所谓的气态，所以 注意这段过程就是所谓的沸腾的过程，也就是它是所谓的液态的水与气体的水蒸气共存的阶段。就是时间呢，是从20分钟到70分钟，所以第十一题问我们说，下列哪一时段是水与水蒸气共存的状态？我们答案选的是猪，20到70分钟。